好，歡迎收睇今晚嘅動漫無雙加賽馬 TAT 啦。咁繼續有啊有馬二喎、哦。係囉，加河馬仔啦。係啦，咁、yes. 當然今日繼續講賽馬啦。上次賽馬 game 我哋講緊 DOC 啦。Yes， 講完啦。係，終於講完啦。咁終於呢今日我哋就會錄一集嘅另外一隻啦，就馬場無敵威嘅。係囉，都係同樣係本地另一隻有做過代理啦，亦引入咗香港中文版嘅賽馬遊戲日本嘅。係啦，咁當然呢亦都係原本係日本先嘅，如果冇記錯係13年中出現嘅，即係我又冇記錯啦，咁當然就而家你話移植嚟香港有做廣告就近期，即係近呢幾個月嘅事啦，幾個月啦都佢做過 DOC， 做過 DOC 嘅，做過 DOC 幾個月啦，係啦，咁當然啦，就呢隻呢就以玉成馬為主嘅，就多過真係跑嘅，因為跑係得四個模式俾你揀，即係放頭啊、居中啊、放跟前啊或者後追咁樣。佢咁樣，佢玉成嘅選項同埋食嘢就比 DOC 嚴謹啲嘅係，你會見到嘅。但問題到跑嗰陣咧，就只要佢一個好似賽馬節目嘅望，只有望住只馬跑就可以。係啦，咁你係望住只馬跑嘅啫，基本上你就冇乜嘢可以左右到佢嘅，咁就。咁計呢就仲有一樣嘢嘅，佢嗰個數值啦，透過呢個練馬同埋呢個磅數嗰、那個啲調節啦，而去睇返你嗰隻馬嘅成長度，咁當然佢隻馬嘅成長度係有限嘅。佢就唔同 DOC 嘅，因為 DOC 佢冇呢個時間嘅限制，比較寬鬆啲啦，但無敵威佢會有個月份去計嘅啫。係啦，只要你隻馬喺三歲零七個月之後贏唔到一場賽，贏唔到一場賽事呢，基本上隻馬係退硬役㗎。零分啊，永得零一張。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啦，就當然啦，咁佢個賽制呢先講就同幾近返現時日本嗰個賽制嘅，就有返咩500萬留下、1000萬留下、就1600萬留下，咁跟住上 Open 啊，跟住 Group 1 Group 3 Group 2嗰啲照有啦，咁相對嚟講呢就照教 DOC 就接近一個教接近呢個現成嘅賽制囉。好，佢又除即係當我呢個新人玩家玩呢，佢可能要你跑400米、800米、1600米咁輪住跑嘅，都係一個成就紀念，咁你都算係熟習咗日本嘅賽馬仔啦，會係。係啦，咁當然啦，其實佢有少少似大家以前玩開嘅 Winning Post 啦嘅呢個遊戲嘅，咁又係差唔多，又係即係叫你自己擺即係配種啊，跟住又去諗嗰、那個跑法啊，咁跟住又點樣去操練？操練就臨尾嗰度先有啦。以前嘅 Winning Post 就較少注重操練啦，較注重就係個 breeding， 即係嗰個叫做配種咯，嗰、那個、方面咯。即係操練，我覺得佢雖然話詳細過 DOC， 不過唔係，其實 DOC 速有嘅嘢佢都有嘅，即係馬場啊、沙地泳池都有。係啦，但問題佢操練都可能會喂埋食物，即係嗱 ，DOC 我上頭講過，食物係搞笑㗎啦。佢無敵威食物係正常啲嘢，即係馬草啊、蜂蜜呢啲嘢，同埋佢會有體重會提 keep 咗，會係要。係啦，因為體重係對一隻馬嚟講係幾緊要嘅，對佢個狀態嚟講啦，所以我都覺得佢呢個幾接近嗰、那個即係真實個賽馬嗰、那個培養嘅。咁就多過 DOC 嘅，咁但係 DOC 就即係當然佢有嗰個騎師個元素呢就會另外個吸引啲啦。唔係，同埋 DOC 佢嘅數值會易睇啲，即係你純粹話我要跑居前或者居後嘅話，咁你可以練數值睇你點練，有即係有配方練囉，但係無敵威就比較複雜少少會係。不過嗱，如果你係以咁計呢，我就覺得無敵威呢燒銀紙嘅程度就多過 DOC 嘅。淨係揾騎師返嚟重金嚟俾位好嘅騎師都已經要錢啦嘢。另外仲有一樣嘢我已經講係呢，因為如果你要維持一隻馬嘅磅位呢，其實你好難唔用一啲叫蜂蜜啦，或者要用好多溫泉呢嚟幫手一嘢一隻馬，但其實我話俾你係好快燒曬㗎。咁冇話送囉，但係送好少其實真係，唔即係好同我啲呢氣住揾一向一個月就玩幾日嗰啲就變緊頂一住嗰啲。同埋啲馬唔多，你馬一多呢飲食呢快食曬真係。係啊，或者你其實可以咁嘅，因為其實可以如果慳啲用呢就每日玩譬如玩10分鐘啊15分鐘咁樣囉，即係你每日都登入咁就儲返啲金幣，咁跟住呢就每日送嗰幾個呢就慳住嚟用，用完就算鬼數嗰啲囉。我發覺真係嗱 ,DOC 佢上次我哋講過啦，佢唔食錢原因就因為佢本身貨金嘅唔重，佢嘅成分唔係好高，同埋你練咗件隻馬呢之後配種之後呢你唔使對點俾錢嘅真係。但呢度唔同，佢每個月食嘅嘢、開支、訓練全部連埋騎師出賽都要錢嘅係。係啦，咁騎師可以嘅，你可以揾個普通嘅都得嘅。不過就我只係講一句囉，如果不過嗱，如果就真係睇你鍾意玩邊樣啦。如果譬如我自己 TAT 入面有個賽即係主持就鍾意玩無敵威多過玩 DOC 喎、哦。因為點解呢，佢因為玩開 Winning Post 嗰啲肉麻 game， 即係佢自己好熟日本嗰啲符系啊、武系嗰啲呢，咁佢熟呢樣呢佢就調返轉鍾意玩呢樣嘢。調返轉如果鍾意玩騎師嗰方面呢就未必咁鍾意玩無敵威嗰種咁嘅
因為我覺得就純粹當玩 game 嗰度玩，即係好玩就玩嘅啫。即係無敵威一隻咧，佢會就係、是、佢當佢賽馬嘅時候咧，你就齋睇嘅啫係。但問題睇嘅時候下面有啲好奇怪嘅字嘅就，佢就當唐伯啦，但埋佢唐伯唔係標叔啦。咁佢講嘢就一嚿嚿嘅一忽忽嘅就好怪就會係。同埋佢本身嘅畫面係打洞咧，佢冇。如果你唔同電視，你電視睇馬場係十比九畫面咧，好富好靚嘅。但你手機睇打洞嘅時候咧，發覺核突嘅就啲畫係。係啦。同埋啲馬嘅跑法好唔自然，即係嗱，都係大家都係當係賽馬 game 3D 嘅。但問題無敵威佢 3D 模組咧就冇 DLC 咁好睇嘅就，同埋啲模式會即係可能你平時訓練啫馬嘅咁嘅色，落場跑嘅時候隻馬變咗色嘅可以係。嗯，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我要補充就係話佢冇咗一個蝕位嘅因素。咁例如我講啊轉彎啦咁啊。你知道 DOC 有玩轉彎呢樣嘢㗎嘛，但係就即係但係你 DOC 轉彎呢你係有時位呢個元素，但係你嗰個其他就冇嘅。咁你變咗即係轉完彎之後大家都好似差唔多步差唔多地方呢，就變咗有時個真實感低啲啦。唔好話有可能係佢要就個角度，即係佢尤其佢手機去打洞呢已經夠窄嘅時候，如果佢就馬式掟彎呢會掟出畫面外面睇唔到嘅。你唔係十分你畫面十六比九似 DOC 呢即係話掟彎掟幾遠都望到，佢一佢咁做咧，其實無因為睇到嘅就馬會去邊，你唔見啫，只馬會係。啊，不過唔緊要。我懷疑咁嘅原因係。我哋咧都曾經試過咧，馬會咧即係有幾場賽事咧，有啲馬掟咗出大外檔咧，真係影唔到啊。係啊，你明白電視畫面闊度有距離嘅，尤其你當無敵威只打手機打橫，即係畫面可能四比三嘅時候，只馬如果掟彎掟得太開睇唔到咧，又會俾人投訴嘅啫。所以就。可能咁嘅原因之下，佢谷到啲馬跑埋脱條線，但當然就變咗就現實上冇可能拎馬物質即咁跑，唔會咁嘅情況就係啦。咁當然啦，直鏡嘅有埋直鏡就最好啦。但係我哋冇直鏡咧，就好難睇到個轉彎位噶嘛。但無敵威有個好就係可以轉視覺，即係佢同 DOC 可能平時你屋土視覺就好似電視機咁睇啫。但問題佢有教第三身啦，或者可能教第一身體咯。不過就冇乜用啊，其實佢都係因為冇中間冇操控，你冇參與程度，所以佢係冇乜意思嘅。我覺得呢個馬就因為佢好靠騎師成分，即係靠馬能力加騎師。咁如果你兩都俾咗錢落去，咁就可以跑到成績啦。就你同 DOC 唔同，所以馬場無敵威最後都係要講錢，即係馬你點樣去成為一個馬場入面嘅無敵呢就要錢咯。係咯，你請個勁嘅騎師翻嚟仔馬，理論上仔馬都跑得好嘅，應該係。係啦。咁 DOC 冇呢個定位嘅，就 DOC 佢揸一睇馬嘅能力，騎師能力就不包括在內，佢冇算落去嘅。每一場比賽，你夠僵，你偏沉力夠勁嘅咧，贏埋冠軍馬都冇所謂，真係。嗱，不過我都想講嘅，馬場無敵威有一個嘢幾好嘅，就係、是、講翻個馬嘅狀態啦，練咧嗰個 range 咧，其實係如果你中意玩一個練馬師嘅部署，其實係馬場無敵威吸穩啲嘅。點解咧？因為佢有個上上落落噶嘛，即係嗰個叫做狀態啊。係。佢有個 percentage 噶嘛，咁其實咧呢個幾似一個真正嘅賽馬。嘅一隻馬嘅高低起伏㗎，因為隻馬咧有時有一年之中咧，佢係有幾個月係特別好，第幾個月特別差。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要咁睇翻佢個月份嗰個部署，其實你可以做得到隻馬係幾時到嚟得到，或者喺個最 peak 嘅時候，你令到佢最好嗰個狀態。你唔好等到佢最 peak 嘅時候，你個狀態最差咧，就變咗呢個就最唔好。咁但係有時咧，你要一隻價唔好嘅馬去偷雞咧，就係、是、要靠呢種咯，即係你要去調整到呢樣嘢，你就嗱呢個就係、是。呢隻遊戲吸引嘅地方，因為無敵威佢有個真實時間，即係一個一句咁 pass 落去。呢、這個月你可以揸獵唔出賽又得，係啦，咁你一養到佢心情好嗰陣，咪出賽咯。但DOC冇呢功能噶嘛，獵完集一定出賽，即係焗住跑，咁跑完沙場就翻屋企瞓覺就可以。係咁兩個即係兩邊有各有唔好，有好唔好嘅就係。係啦，呢樣嘢就係佢嘅即係我又唔會講失敗嘅，即係冇講 DOC， 即係話即係 DOC 一啲要諗得清楚嘅嘢咯。咁啊，因為馬場無敵威就真係有呢個吸引嘅。玩法唔同 ，DOC 我先要講啦，即係養兩隻馬，我做垃圾做炮灰啦。我養完兩隻馬，攞啲經驗去養第三隻馬，勁馬都係 DOC 唔得，唔係無敵威唔得。佢就算你屋企有五隻馬，同時間你撳一 part 就一個月㗎啦，冇得翻轉頭嘅，五隻馬一齊會成長，會老一個月。即係咁樣輪住落去會係，所以我覺得無敵威咧幾似一個現實嘅練馬師嘅崗位嘅，就即係我已經唔講話，即係馬主嗰度都會有，咁但係馬主嗰個崗位就反而未必咁多，但係練馬師嘅崗位就多啲。但係就相對嚟講，就真係你要去照顧咁多隻馬，其實係困難。咁其實現實上嘅練馬師都係要咁困難㗎啦，即係去照顧咁多隻馬。咁所以就但係就相對嚟講，佢啲數值係簡單個 DOC 啲咯，我可以咁講。咁你話玩嘅方面，我就覺得即係有待改良啦。中間嗰啲譬如蝕位嗰啲嘢啊，graphics 啊，如果啲
即係嗰啲點講多元化嘅程度咧，就真係感覺上就好似冇咁多元化，真即係嗱，即係我當我玩 game 嘅角度去睇，其實馬場和點解佢屬於傳，其實少少似抄傳統嘅網遊戲，即係你要界面係打洞嘅，佢個馬個比率啊、投注率個表咧係打洞嘅，我觀感唔係幾好嘅，即係平時喺電視機橫向噶嘛，咁投表打橫好舒服噶，名啊、賠率啊、投位啊、注啊幾多好易睇，但佢都打洞嘅時候咧，發覺咧啲嘢好似逼埋一齊，好核突，唔係幾舒服會睇得。係啦，咁如果大家有睇呢、這個即係賽馬節目啦，咁第時唔知喺邊個台播啦。咁啊嗱，其實就分幾間嘅，即係中間咧，譬如左，你睇你睇邊個台啦，即係一大少少熒幕咧，就係嗰個即係當時嘅實況啦，跟住一邊咧就係個獨贏同埋位置賠率啦，下低咧就通常係啲連贏同埋位置 Q 嘅賠率，就彈嚟彈去嘅。咁因為畫面有咁擺嘅就，但當你好似無敵威咁打洞嘅畫面時候咧，尤其用好似網頁式咧，唱下數嘅時候咧，啲資訊會比較難睇會係。係啦，不過我講翻啲舊時啲歷史啦，以前報賠率咧就幾搞笑嘅，因為以前咧就冇咁多電子，冇咁 digital 啊嘛。我記得阿彪叔嗰陣時咧就好搞笑啊，係一邊咧佢係三個 cam 去播嗰時，我記得睇亞視，都冇記錯啊。即係一個 cam 咧就播住行山圈啦，多啲馬。另一個 camera 咧就打，即係播咧就係獨贏個賠率，就係咁接，係咁遠，就係不停喺度，即係一路直播 live 嗰個賠率喺度跌嚟啫。因為以前係個燈箱嚟噶嘛，唔係而家啲咁啲絕頭。係咪好似馬台燈箱嗰啲啊？即係以前係燈膽嚟㗎，即係 level 就係碼頭啲船旗嗰啲船票咧，係啦，即係啦，係嗰船旗嗰啲三字咁嘅一個燈膽3.0咁樣或者3.5咁樣，咁當然我已經唔再計以前咩八毛號五啊，即係嗰啲佢1.6倍以前唔係使1.6噶嘛，之前賠率以前使係8毛號5㗎，如果大家又記得有印象咧，以前谷草啊嗰啲我識睇嗰啲真係八毛五就點解咧8×5咁解？即係1.6啦，1.6。以前英式咧，就係由舊式嗰種嘅，譬如9×4嘅，即係4×9啊，4×9就9.95倍，咁就2.25倍咁樣計。哇！咁以前呢啲就好計死人嘅，咁我記得就好笑啊！嗰時候我就好記得，係細細個睇，咁就而家就少咗啲啦，而家仲點數計啦。咁下面咧就個連贏賠率就密麻麻嘅，因為點解？佢都係用個 cam 去照住沿途直播住嗰個連贏位嗰個燈箱嘅啫，所以咧嗰陣時係好怪㗎，嗰陣時就即係咁。當然而家科技進步，但 Facebook 都好犀利喎，都你會冇問題喎，係咁真係犀利真係，哇真係。如果你話睇翻，即係我哋睇翻呢啲文獻咧，即係講翻舊時咧，啲文獻咧講70年代阿簡老伯簡怡清，即係香港電台講話嘅時候咧，佢係喺個6樓，即係好似唔知5樓定6樓嗰個看台嗰度咧，係攞住個嗰啲叫做望遠鏡，係直情望住一路對住個咪波一路咁望住個鏡，望遠鏡咁樣 call 碼噶，所以係好即係以前啲人咧係好勁噶，即係你唔好以為哇，以前可能都冇乜技術，冇乜即係冇乜科技啦，幫唔到手，但唔係以前啲人先冇科技，先至可以 call 到碼先犀利。錯，即係無敵威就如果佢 A 啦，有翻以前啲人咁勁，就可能會好啲啊！真係係啊，因為下面佢嗰啲對白咧，其實我覺得咧。佢唔做好就做，佢做仲衰，太難，噏到咗幾句嘢，仲要唔係咁落心，仲要講到，唔係好冇辦法嘅，因為始終太多變化咧，你唔係一個真人去 call 咧，所以我覺得佢唔做好就做，因為佢有設定喺惡土刪咗啲就好啦啫。咁其實但係多數啲人多數都係 skip 咗個賽馬過程，因為冇一樣。唔係其實因為咩嘅？因為 winning post 就係咁樣嘅，winning post 都係有個人喺度 call 啊。如果冇記錯，咁啊大家所以要即係可能佢即係用翻大個模式嚟告咯。咁啊 call 馬真係藝術嚟㗎，真係 call 馬好唔好聽？有啲真係你聽到 call 馬 call 到黑眼瞓嘅都聽過。咁啊以前你話講翻以前啦，第一 call 馬就非常之有一種外國模式嘅 call 馬，因為大家都記得啦，即係如果記得呢個快樂80同同德嘅經典賽事，就大家扭翻呢段片上 YouTube 睇睇，就睇下以前係點 call 嘛，即係嗰種逼力咧係可以 call 到咁。咁當然冇，即係而家賢仔嗰啲就真係都激得好緊要啦，即係 call 嘛 call 到即係有時好勁啦。我見到哇都即係我都驚哇咁 call 到咁緊張啊咁之類。即係 call 嘛其實係一種藝術嚟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因為尤其以前佢喺電台啫嘛，即係佢冇畫面噶嘛，得字啫嘛，咁啊好重要。而家就有畫面睇啲人唔會你點 call 嘅，你 call 咪 call 咯，我睇畫面都係。玩遊戲梗係唔同啦，係啦，我明，即係實質你 call 嘛其實都係一種藝術嚟嘅，真係講真係即係令到一場賽事好唔好睇咧。其實 call 馬都幾緊要啊，所以 call 馬呢個位置咧，其實係需要真係訓練啊，同埋咩咯。咁我而家都覺得阿賢真係做得好好嘅，我覺得。同埋你無敵威一個得意嘅地方，即係佢尤其佢每次賽馬之後咧，可能有隻馬同人哋只馬可能爭幾個頭位或者半個頭位咁嘅，佢會有個 replay 會重播慢鏡頭嘅。我呢個好正下，真係啊只馬，哎呀跑完之後，咦好似貼齊喎三隻馬，邊個第一咧？
慢鏡重播俾你睇，哇幾有 feel， 但係 DLC 冇呢個功能啦，就會嘥咗啲係。係啦，同埋 DLC 個角度呢唔係打直㗎，大家要留心一下。嗯、DLC 個打個衝線個鏡頭係打斜㗎，有少。係啊，咁其實呢香港你打橫試過㗎，水平打橫都話我睇到，但你打斜我就分唔到邊個話睇咧。打斜係好難㗎，咁啊，仲有之後睇我優勝定我二着定三着啫，咁但冇意思咯，會係、啊、即係冇咗嗰種好似馬場比賽嗰種，好似真係真人臨場睇住。第一 ，yes 咁嘅感覺，冇咗會係。係啦，因為始終即係 slow motion 係又係喺馬場嚟講咧，有一個即係幾重要嘅嘢嚟嘅，尤其是即係尤其是大家當叮噹馬頭嘅時候，邊個贏邊個輸咧？個 slow motion 係幾緊要㗎，即係其實打嗰條線，即係個氣氛，即係如果 DLC 肯加翻呢、這個，我覺得係幾好嘅幾個 idea 咯。係啦，咁就即係我哋都係講啦，即係馬場無敵威，如果以咩咧，其實佢都有幾樣嘢幾近香港個賽馬嘅。嗯，如果大家有留心一下馬場無敵威自己日文個網站咧，佢用翻曬日本嘅十名騎手啊，即係十名騎手，譬如老明正義啊、武峰啊、嗰啲 Kelly Clark 啊，即係而家嗰幾個好出名嗰幾十幾廿位啦、啊、但我好好奇喎、啊，你咁 set 落去會有啲問題㗎，即係等於佢有嘅，即係佢日本嗰邊佢可能攞拉神啦，我唔清楚啦。即係好簡單，點解我會係 R 呢條友係 SR 㗎？即係打騎師啦，即係我唔知佢有咩情況發生啦，即係點解佢你驚我點 set 數值㗎？我見過佢嘅話，呢條毛你居然攞 SR， 我係 R 有冇搞錯？跟住可能唔知會有咩事發生啦。即係點解？即係點解嗰個人係十個金幣，點解我十五個金幣？係咯，可能會有啲你知一 set 數值有高低排名之後，發覺佢高我一點咩？有冇搞錯？咁可能有拗㗎嘛？我唔知日本有咩情況啦就。咁所以香港咧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嗰扎數值咧就大家有睇啦。當然，大家都知係邊個騎師㗎啦，其實啲幅相就真係好鬼似嘅，即係如果你話偉達啊嗰啲，即係佢用偉立嚟當偉達啦，有冇錯啊？咁、就佢有好多香港啦、澳洲啦，主要嚟講，同埋啲澳門嘅騎師嘅，咁大家如果都記得蔡爾姆啊嗰啲都認得個樣㗎啦，即係咩普件事啊，但你肯定認得出㗎。咁啊，最認得出個高安圖㗎啦。咁啊，當然就香港扎都多嘅。咁啊你有少親切感啦，可以咁講，但係你會知邊個囉，即係一定你會知㗎啦。咁但係如果騎師嘅洗貨即係覺得略為高啲，你有啲即係去咬金幣，我即係覺得有點跑長咗，就係係啊，跑長同埋你佢有個能佢嘅數字就係話你越跑越多先會勁㗎嘛，係啫嘛。其實都唔一定嘅，即係你自己隻馬你調到嗰個位置，其實你可以即係就算係我都試過，就算唔使用嗰個觀騎師，你都調到三觀嘅。嗯，即係都得㗎，即係只係你睇下可唔可以當時你做到嘅就係啱啱係 second top、哦、你跟完就跑第二場，即係第三關第二關嘅時候，你跑到最 top 嗰關，跟然後唔好即係你唔好操過龍啦，跟住調翻轉佢落嗰下，你跑埋第三關咧，咁你其實係有權贏曬㗎。係啊，無敵威可以咁玩。但你係一定要調得好啱咯，嗰個位你調得錯都輸啦。嗯，即係你 SAS 都有機會輸㗎，你唔好話。因為無敵威就係靠你事前你隻馬能力，你點咗之後你落場比賽冇得改㗎嘛，冇得我哋操縱㗎嘛係。但 DLC 就係我哋㗎嘛，即係你隻馬調得好地地，但你落場撳錯邊就會輸㗎啦。係啦，即係兩種玩法會唔同啦，會係。係啦，所以大家其實識隨磚面啦，點玩法就咁。當然你話遊戲可玩性啦，我就覺得 DOC 個變化多啲嘅，暫時都咁，即係始終你話育成啊、練馬呢種嘢，你玩得太多，加上真係太多限制啦，嗰度啲蜜糖即係用得太快嘅時候，你就即係變到你一日都玩唔得幾分鐘嘅啫。你話一日玩15分鐘已經玩完㗎啦。飲水加食草其實係冇用嘅，係當你發覺喺地方蜂蜜嘅時候，發覺俾錢啦，但係你又唔想俾錢嘅時候，又慢慢等到第二日有蜜蜂嚟啦，你食啦就。因為你唔係話可以贏咗一場即刻有啲蜂蜜嗰啲嘢，你贏咗一場，你要可能你投注幾多你先有咧。唔係咁易玩囉，同埋係囉，即係你要慳住用呢，就變咗有時玩起上嚟就未必咁好玩㗎喇。係喎、DOC 唔同就係、DOC 我哋上次好似有冇講過，而家練到隻馬大概就快引退嘅時候跑啲垃圾場嘅啲蜜蜂返嚟啲食物返嚟㗎嘛，係我哋。但無敵威唔可以咁玩㗎嘛。同埋你有抽蛋嗰個呢，就抽蛋係唔錯嘅，因為抽蛋你有時你唔使話一定係抽馬㗎嘛，你可以抽植物㗎嘛。因為 GP 唔使錢㗎嘛，唔使課金嘅 GP 你平時跑就賺返嚟咁抽位囉。係啦，你其實跑亂跑一通都得㗎啦，你嗰啲平常你全部攞曬去跑平常賽，其實你都可以好賺㗎。雖然你唔會即係抽到啲人心嗰啲咁嘅好嘢，咁但係你會都有用囉，即係嗰啲至少有用囉。因為唔一定點話呢，即係嗱無敵威佢食物就用嚟係稱佢重量㗎嘛，係、啊、但 DOC 唔係佢食物係攞嚟俾能力㗎嘛，係但係有時會改好多啊。
有一日有時候好似人心啲高價品可以全部嚟加，但問題但你唔使，我唔使加，我淨係想加一項能力嘅話，咁啊呢啲低等嘅食品會係。其實你唔使加曬佢咁多項啊。其實我覺得你出閘使佢加咁多咧。你如果你話後上，我哋就話出閘出咁快有鬼用？唔係，你加咁多其實係負責係之後會下一代嘅女能力係影響到嘅，係。但問題呢個係幾長嘅事啦，就係啦。你即係你講真，你如果你跑只馬3000米長途嘅，你出閘使鬼咁多咩？你跑硬性嘅喎。出閘跑中間咪得咯，之後就追過佢啊嘛，係。所以睇你情況配點嘅就成話就係啦，所以呢個就 DOC 就玩長遠，同埋你可以襟玩啲咯。就馬場無敵威就中意你中意玩部署咧，就冇馬場無敵威係好玩嘅。但係就真係始終有佢嘅缺點喺度，同埋有佢太多限制喺度，變咗呢樣嘢佢窒礙咗呢隻遊戲嘅發展咯。同埋我其實我唔係幾中意無敵威，佢有一種叫賭博成分。哦，即係佢賭馬嗱，咁始終我唔識賭馬，同埋佢賠率好似好區嗱。好怪的現實嘅世界隻馬有名有姓，你實際存在，你賠率都係跟翻大市 OK。但 game 同你 game 賠率9.5同6.5邊個話事啊？數字亂堆出咗，其實係其實冇辦法㗎，冇意思就冇意思啊！你唔同現實世界，你個賠率係假嘅。你呢時候你做賭馬，你會好似冇識重咯，會咩？佢有個中間有個遊戲，咁佢中間送啲嘢嘅，譬如你投注幾多，攞咗幾多，你有幾多嘢送翻出嚟，咁你都可以。所以我咪見到好多人玩到笑啊，驚啊，咁終於知道笑完打後係咩嚟嘅，原來所以大家都知嘅。冇啊，唔係啲話就啲錢真係用到嘅，但 DOC 錢就你贏馬牌錢好似唔會用到啦，係純粹落只馬 record 到係。喺落只馬 record 咯，同即係佢新錢。呢個就跌翻住個問題啦，又係佢嘅問題嚟嘅，因為你馬場無敵威有個啲錢係要嚟擴大牧場啊嘛。係啊係啊。咁你擴大牧場有時有用嘅，因為你養咗你生咗啲馬出嚟，你可以嚟賣嘅。咁但係有時用途就唔大，點解？因為你要真係谷只好馬咧，你要燒好多隻馬咧先得嘅。嗯，即係燒好多隻 C 啊、D 啊、B 啊嗰啲，你燒曬佢咧，我就係先燒到一隻出嚟，就難啲咯，我覺得。唔係，無敵唔係丟燒差唔多啊，都係咁。佢係落袋啊嘛，20袋、30袋、50袋咁落去，咁你先有隻勁馬啊嘛，要係練嘅都係。唔係，但係佢就算我譬如我重新將一隻馬即係復翻啦，回復翻啦。但其實相對嚟講，佢就燒嘅馬係少啲喎，燒嘅馬數係少啲喎。以我所感覺上，係咯，所以就出嚟嘅效果有啲唔同啦。大家咁啊，玩法唔同咯，睇下大家中意玩邊樣咯。其實始終各兩隻遊戲都有兩隻遊戲需要改善嘅地方，我覺得。唔係應該咁講，兩隻其實都係佢兩個趨向唔同。又話就係一隻就係純粹係之前可能做一個接近練馬師方面嘅，一個就係三項全包，但係接近騎馬師方面就係啦。咁所以就睇下大家中意邊樣邊樣，冇話咩特別優點缺點嘅，但係我就即係覺得需即係睇你自己中意睇邊個角度去玩啊，純粹就呢樣嘢。係咯，唔係不過問題就無敵威強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就係佢我唔係佢有個新手去訓獎勵嘅，佢會係不斷送嘢俾嘅係，但問題佢係送錢又送炸嘢咧，賠率嗰度係比較難準啲嘅喂。哦，咁啊，睇你。我好奇怪，佢係咁送嘅話，佢係。佢起咗係咁送嘅，但係你多就冇㗎啦，即係你嗰啲驚訝咁已經冇㗎啦嗰啲。係咯，送好多俾你，但我發覺好似冇咩用喎，有啲係。即係我想要嗰啲，佢唔會送俾你。哦，即係例如佢有咩最冇用咧？嗱，嗰啲咩咧？咩生命飲品啊？啊，嗰啲係最冇用啊！即係佢會送俾你一啖。你 DOC 佢送啲嘢咧，係啊，一定有用嘅係。你點都有用到係。點都用到，唔係有啲冇用嘅花壇係咪冇用？花壇唔係有啲人好中意裝修屋企嘅，咁你冇話講嘅係嘅。花壇係最悶嘅，要對我嚟講啲。唔係有啲人可以，我見有啲人係裝埋神社、裝埋鳥居咁啊。咁 OK， 我唔知有咩用。因為 DOC 入面嗰扎嘢其實景品咧係唔會加你馬場能力嘅，係即係裝完之後你馬會跑快啲嘅，係。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唔使裝嘅係。但係呢樣嘢都係佢缺點嚟，一啲花壇係唔賣得㗎。咁但係馬場咧就比較單調啲，佢嘅訓練過程咧就冇 DOC 咁靚嘅，就即係實一隻馬棟喺度，跟住又下面一堆數值，即係。比較硬性少啲會係，係啊，就睇你都係都睇你中意。係啊，所以話而家話練馬師純粹單睇數字嘅話，可能會啱無敵威啲係。係啊，咁所以但係就即係睇量睇咧，因為始終都係講真，香港而家嘅賽馬遊戲始終都唔多咧。雖然嚟講咁玩住先咯，唔係好多嘅大陸山寨好多，但問題嗰啲係唔玩得嘅係。哦，嗰啲算啦，即係我已經唔計得嗰啲啦。佢 Coffee and Pay 嗰扎就真係一扎係咯，嗰扎就唔計㗎啦。不過你即係話即係純粹一玩咧，咁你可以即係去感受下日本嗰扎遊戲係點。咁你期待梗係期待下香港遲啲有冇機會開發，但
香港開發嘅時候，即係可能有一啲嘢真係需要參詳咯，因為香港嘅賽制同日本好唔同，同埋香港賽制如果咁緊密咧，要 set 嘅數值你要好小心，否則好容易出到北咯。啊係係係咯，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即係我哋 BOC 又好，穆迪威又好，佢賽制係日本嘅，即係你無論點樣在地化，你改曬中文名，用香港嘅騎師都好，佢嘅賽制都係日本，因為你唔可以，因為如果你講到入面嘅賽制係日本嘅數值咧，佢日本自己 set 頭 set 噶嘛，佢 one 係你如果你改嘅話咧。幾煩下噶嘛？咁你哋想食，你想食嗰只仲好睇。係啦，所以點解話如果你話將來可能真係香港就自己土產嘅賽馬驚嘅話，就要另外斟酌下子點教起啦。因為同埋個 AI 好緊要啊，因為如果 AI 唔好玩，你好易出事噶。即係尤其是賽馬驚係一樣好要求個 AI 好高嘅嘢嚟噶。真係唔好以為喂好似即係我諗不下於足球賽，即係不下於足球遊戲啊！我真係覺得。冇啊！真係賽車 game 啫嘛，你真係揾翻真車，即係啲賽車 game 啲車等真係揾真車去試啊嘛，大佬。係啦，咁你馬場都係揾隻真馬去試攞數據㗎啦，但問題係有冇香港公司真係做到咁詳細啲 detail 先啫？好難啊，同埋即係大家都要知啦，賽馬嗰個 feel 咧就比其他可能賽車個 feel 咧會細啲嘅。嗯，即係始終賽車 game 係多人玩，人哋賽馬 game 係咁多人玩咧，就真係要大家諗呢樣嘢，即係所以。即係點解賽馬 game 係始終都感覺俾人感覺上係一個偏鋒咧？呢樣嘢始終我都係覺得有，即係我唔排除已經其他原因之下，我都覺得其實賽馬 game 係真係始終個發展上係個個限制係多過其他嘅競賽遊戲咯。咁講啊，即係例如啲揸車啊、踩單車啊嗰類之類嗰類嘢啦。唔係踩單車真係可以運動噶嘛？賽馬嘅話就其實賽馬真係運動嚟嘅，以前真係咁。而家香港代表就賭博啦，唔知點解就。係，所以就係啦，即係始終呢樣嘢係始終有，即係對呢樣嘢，我唔好講係一個阻礙咧，就係始終係一個有少少一個 barrier 咁啦，限咗佢嗰個發展空間。同埋你見到，就算你賽車，你香港有啲雜誌會出賽車噶嘛，或者出釣魚，你即係你有啲年輕人會有市場啊嘛，但賽馬係冇噶嘛，有咩雜誌係年輕人係又係出賽馬嘅咧？冇啦，都有嘅，有一份雜誌咧，又真係嗱，我知道坊間有份雜誌咧都出咗好耐啦，係真係講賽馬嘅，咁就又真係唔係好講話賭博啊賠率嗰啲嘢，不過就嗰份嘢就大多數都喺啲即係大家都知邊份㗎，即係唔使我講啦，即係你話係咪好吸引到年青人呢？大家知啦。咁就你話其他嗰啲就即係釣魚嗰啲啊，咁當然佢即係始終嗰個感覺上有啲唔同咯，始終都係。即係你一香港人一諗起話賽馬同等於賭博咧，就好容易難去發揮咯。嗯，係咯，咁啊，即係呢個大環境問題有冇計嘅就咁，唯有可能只 game 自己少地方做佢啦，就真係。係啦，睇下自己可唔可以，睇下點樣第時點樣自己改良啊，點樣如何修剪啊，睇下可唔可以改良到。即係因為好緊要睇代理佢之後點樣發展個 game， 即係佢想點樣 win， 即係可能真係加多啲本地元素點樣加落去，即係 game 嘅大咧佢而家改唔到，可能佢只係代理翻嚟嘅。設施改唔到，但入面啲細節活動點安排就可能真係佢可以捉下落去咯。係啦，即係我阿河馬仔，即係講真，作為一個本地馬迷咁多年，自細個都咁中意睇到睇賽馬㗎啦，即係睇由三四歲都識睇賽馬，睇到而家。哇，勁！因為我由自己細細個住馬場隔離嘅，咁就因為我真係嗰陣時見到啲馬咧喺三江島度咧係行落嚟嘅，即係因為嗰陣時有馬房喺嗰度㗎，咁即係拉落嚟咧，我哋真係可以好近咁去摸只馬，係可以㗎。三四歲你啲幼稚園嗰啲馬夫又會行過咁俾你摸下㗎，啲我實際係騎過前馬啫喎。係啊，即係你可以，即係你我，所以我就覺得即係話香港都我都即係係好中意本地賽馬，年青人好中意機會做咗賽馬，所以難啊！即係車就有機會見到啊，但馬真係冇點見過啫。喺香港你幾可真係有得上去摸只馬，即係你唔揾到窿路去學下騎馬，其實喺香港學騎馬好鬼貴。我試過次騎一次啊，都係喺香港學騎馬，我可以講下個價位咧，大概半個鐘頭大概400-500蚊到咯。嗯，學騎馬咯，但係因為佢要揾人 serve 你啊。因為都難㗎，你騎馬好似係香港退役馬嚟咗都係，退役馬嚟嘅，大多數都退役馬，有啲唔係啦，有啲我知道有啲唔係，但係有大部分都係退役馬啦，咁就較為乖啲咯，有啲就咁啊睇下點咯，咁有啲當然我哋知道啦，即係香港有啲退役馬王都係喺騎術校度，不過就係馬會嗰個騎術校咯，有啲就嚇，即係當然就即係好難嘅，即係好難接觸嘅，你平時即係點會無啦接觸只馬咧？點會揾只馬喺街度啫？即係你車又見得到啫。唔係，所以點解我頭先神大家話雕少玩咧？你只馬夠真先，你有反應先只馬，但無威冇反應嘅只馬差唔多係，所以。有啲夾磨啫，爭少少嘅啫。不過我都係講一句最後 last 就係，因為香港同日本個賽馬氛圍有少少唔同，所以變咗你喺日本
可能你話 DOC 即係唔係呢個馬場無敵威有350万人下載啦，講話就，但係你話香港嗰方面個 hit 會唔會 hit 到咁呢？我覺得需要有保留咯，因為始終香港人對創馬個諗法係兩樣嘢嚟㗎，真係兩回事嚟㗎，兩種。大家去個東京競馬場啊，或者同香港山田馬場比較，已經感覺到個扎氣氛係咩事㗎？其實冇啊，都一句又要玩 game 又等於馬興趣嘅人好少。嗱，我唔係對馬興趣，我就對 game 有興趣啫，我係。係啊，對 game 有興趣，對馬有興趣，對創馬有興趣，更加少啦。真係講真，即係以我識嚟識去，都可能係識到同一批人嘅，咁就難啲嘅，真係。講真 ，market 會有個基本盤啦，就會變咗做。咁你點樣喺個基本盤發大去做就呢件事就係、是。例如啦，即係我仲喺講啦，如果大家有留心下日本嘅賽馬節目咧，其實有平時咧都有 AKB 啊小島洋菜，如果冇記錯啊，佢都會。客串一啲賽馬節目啊咁嗰啲，咁你香港會唔會有一啲咁嘅，譬如好咁大嘅偶像明星去幫手客串下啲賽馬節目，或者係即係講下，即係講下心水又好，乜都好，就係咁啊，都少嘅。即係你唔好計埋，即係之前國際賽話請個林志玲嚟香港，或者之前嘅郭富城啊，或者再之前嘅奧運嚟過香港咯。咁其實就相對嚟講，就嗰個年齡層已經分別啦。因為你 AKB 你對嘅年齡就係較為後生嗰批啦。咁、但係你諗下郭富城啊、林志玲呢啲。都可能係會一啲較為上咗年紀嘅 fans 多咯，即係當然更加冇咗咁多熱粉嗰啲啦。係啦。咁係咯，咁係咯，多一句啦，即係難得有隻 game 代理翻嚟嘅，試下做好啲咯，即係原創做唔到嘅話，咁試下做代理咯，都係。係啦，即係滿足到啲本地機迷嘅需要。係咯，即係你唔即係當然賽馬 game 你就唔會遇到有咁多熱粉㗎啦，即係熱烈嘅 fans 啊，係嘛？即係啊咁啊，但係相對嚟講就即係你會基本盤你會揾到嘅，但係就真係狂熱 fans 就真係要努力睇你點樣 return 翻隻遊戲，係 turn 到本地玩家係會接受咯，而唔係賽馬馬迷咯。我講係講咧，因為你要祈求賽馬馬迷去玩呢隻 game 咧。我話俾你聽，好難度㗎！你要教佢點樣入隻 game， 點樣去撳掣，都係呢件事係佢哋冇呢個常識，佢冇方式係。都唔係乾唔乾石嘅問題。一來香港嘅馬迷普遍年紀大啲，二來都話始終氛圍唔同咧。你要將香港嘅馬迷有時對賽馬主力嚟講，以運動嚟做個主題咧。你需要時間去講啊，就唔同日本，因為日本有好多嘅競賽遊戲，例如賽馬、單車啊嘅賽艇，佢哋都有得到噶，但係佢哋可能會唔同嘅諗法，佢賽馬可能諗係一種教運動多少少，而香港對賽馬嚟講，其實相對嚟講，你睇個頭轉眼都知咩事噶啦，都即係年年咦猴猴咁上嘅，即係仲勁過恆指嘅，咁你冇計，咁冇計嘅咁事實，所以個氛圍係完全唔同之下咧，雖然即係你話近年來香港係出現啲。即係唔少嘅明星馬，例如咩威爾頓啊、大運財啊嗰啲咁嘅馬出咗嚟遠嘅，咁你有咩掌門啊、奧運精神嗰啲啦。但係你話即係再係以即係再要諗一諗，將話成日將啲馬匹嘅水準提高，咁導致即係香港個對賽馬嘅運動嘅情況改觀。其實呢樣嘢喺我即係觀察香港賽馬幾年嚟講，都唔覺得有咩太大轉變嘅。其實係咯，咁唯有希望啊，大家。做自己本分都係，隻 game 都做佢啦，就係啦，睇下到時睇下點樣 return 啦。總之今晚就時間差唔多啦噃。係咯，好歡迎收聽今晚，有咩意見嘅留言又好 ，Facebook 交流都好，隨便大家。好啦，咁啊，下集就應該開始就係講下舊番回顧咯。係咯，動畫都差唔多呢位都完㗎啦，都有咩跑出，有咩拍出就大家拭目以待啦。係啦，好啦，係咁先，拜拜。拜拜。